理想家园的必备条件少不了便利性、安全、环境舒适，还有就是四周的设施和设备等等。要找到符合这几个条件，尤其是在吉隆坡一带非常不容易。但真的是这样吗？今天我就来挑战一下，在吉隆坡一带寻找符合以上这几个条件的优质房产。走，马上开始。选房首要条件当然是方便，地点必须靠近市中心，这样无论要到 Pavilion、KLCC 这些商场都非常便捷。再来就是不会离 Bangsar、Cheras、PJ 等城镇太远，如果附近也有捷运或者是轻快铁服务，这样就算不想开车也可以轻松上下班或者是逛街。完善设施不能少，公寓里要有泳池、公园、阅读中心和餐厅，附近还要有学校、医院，满足一般家庭需求。公寓楼下就是商店，旁边还有酒店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住户可以享受到酒店的服务，例如客房清洁、上门收送、洗衣服务和餐饮等等，这绝对更加分，因为可以保证这一带是旺区，房产保值比较有保障。户型格局有多个选择，从689方尺到1055方尺，满足不同客户需求，如小型家庭的户型 A， 或者是适合6人或以上家庭的户型 D。 特别要提一下的是，除了户型 E 和户型 F， 其他户型都具备干湿分区，方便清洗管理。房子备有现成家具和电器，包括热水器、空调、烤炉和厨房柜等等，不但节省了一笔费用，更省去你的时间。吉隆坡夜景迷人，可是通常都会因为周围大厦太多太密集而被挡住。这栋高达66层，甚至还是国内数一数二高的住宅公寓，可以让你不用出门，在家打开窗就可以把吉隆坡景色一览无遗，随便一个角落都可以成为你的自拍背景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那就是发展商的信誉。 Vinastra Land 不仅提供有质量的房产，也不断迎合大众需求，在多个地区发展不同的房产计划。刚提到满足各种条件的 Triumph KL 就是他们其中一个最新的代表作。 Vinastra Land 秉持着 Quality Finishing from the Start 理念，为大众打造最理想家园。他们也曾经荣获各项建筑大奖和品质认证。Triumph KL 售价只从549800令吉起，预知更多详情可以亲自来到销售栏或者是浏览相关网站和脸书。